网友笑说这反应也差太多了，小孩黏人的时候要珍惜，长大根本就不理你了，应该要教叫爸爸的才对。你长大会带我出去玩吗？会啊。那要带我去哪里玩？公园玩。会走，你高一点。会不会带我去玩好吗？会不会太危险了？我抱你啊。要抱我去高高的地方啊？那我会不会摔下？你就不会摔下来了。他说我惹你生气，你就推我下来，会吗？会呀。听起来是要把你丢在公园诶，在他这个年纪心理认知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公园吧。爸爸再问就带你去养老院玩。